另外就快有了，你再坚持坚持。家里能不能洗热水澡？你直接去洗就可以了。你应该还没吃饭吧？你就当我是为了表示感谢。你确定我只是为了帮你吗？你吃点东西吧。嗯，请两位新人在神的祝福下亲吻。我刚刚是因为我担心会对不住，不好意思。一不小心娶到大嫂。请两位新人在神的祝福下亲吻。香缇诺，你别抽了。你给我，别逼我，听到了没有？我想请你假扮一个人。我能假扮谁？香缇诺。我今天没心情了，你走吧，不然我真的会把你扔海里。我真的需要你，你跟我回去一趟吧。你可真够执着的，我现在跟他像了，太像了。我想请你假扮一个人，因为你和他有一样的皮肤。我只是希望你再考虑一下我的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啊？你胆子比以前更大，半年别再让我看见。会长得挺舒适的。不需要相信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霆东，霆东，昨天怎么突然就走了？家里有点事。我最近新学了一招，陪我练。我今天没什么行程。你今天真的很不一样。我刚刚是因为谁让你那样亲？那样亲是因为我担心会对不住。不好意思，刘青。啊，刘青。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，到底是图什么？反正不是图。那你在这待着，我知道你能进来。又想让我干什么？我怎么样？好吗？我的位。算了，反正现在没有什么场合需要你裸露上半身，让我看一下你的肩膀。请两位新人在神的祝福下亲吻。我刚刚是因为。你拿我干什么？流氓，谁让你这么强？就说你浑身上下哪不对劲。兄弟，把弟妹清醒清醒。是啊，我是疯了。改天给海哥赔个不是。不然送路上正巧碰到，顺手就买了。想成为那个能把你拉出来的这一条荆棘路，让我来为你踏平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路上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还要乱呢？只是想帮你把丝巾捡起来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路上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还要乱呢？只是想帮你把丝巾捡起来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我想请你假扮一个人。我能假扮谁？想听懂你的需求，跟你走。其实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，只是你不记得而已。不要，门没关，会被发现的。程程，这是何等的缘分。这就是我一直会守护在你身边的原因吧。没事，我们先回去。怎么样？奶奶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别动他。现在已经是夫妻了。崔少爷，我们送药吧。有劳于叔。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奇怪？要不我还是去换一个。好好好，了解吗？我随意去吧。为了让我来这里帮你不惜一切代价，你的意图又是什么？我真的需要你。没事，让我来帮你。在照片里偷打印的人是不是你？是我。死不了。到底是图什么？难道不是图你？魏导演，我送药过来。没关系，你不需要解释。是你放的火。做事就要做彻底。你要打就打我，别动他。没事，死不了。我想让你帮我找一把钥匙。你不需要解释，我也不需要知道。
之间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对不起，可你已经公布了，不要走。折腾到这么晚了，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我们这间赌场停到五区，开始唱，我们拉钩。所以你跟向廷东到现在还没结婚？之后向家发生了这么多事，这两兄弟竟然一秒没有就这样骗过了整个向家的人。廷东总归会醒的，你和叶言的闹剧不能再继续了。让他走，让他走。程程，这是何等？这就是我一直会守护在你身边的原因吗？你的伤好点了吗？不多了，我来是把这个。依然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那你给我调成怎么样？你要做的事情还顺利？还行。行动就要行动，我想要的东西你拿到了，我们之间这场闹剧开始了。我们拉钩。合作愉快。怎么突然追过来？还没来得及跟你道别。还有呢？一脸的闹剧不能再继续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一路平安，保重。停东那边的话，没问题，救命就跑不了。停东，是他，为什么你会和向廷东长得一模一样？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。小姐，你莫如此大的风险，为了完成这种本就不想完成的婚礼，难道只是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向家有我要找到的东西，我必须找人通知向廷东。我想请你假扮一个主播，我能假扮什么？向廷东。因为你和他有一样的人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这个很荒谬，但我真的需要你。我的眉毛少了一些，补足这一段。我就是向廷东。难道你真的是他的双胞胎弟弟？可为何我在向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提起过？整个向家都知道你的存在，没有人提起也很正常。我再问一次，我哥他是死了吗？自己搞成这样到底是图什么？反正不是图你。有请我，我会教你如何成为向廷东。路上正巧碰到送你，要是再过我可真的就开枪了。快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他的钥匙拿给我。反正新仙林你也出不去。我送你去医院。